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七少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，这是我们1523集的节目，已经很多天没有做到桌子前面给大家做节目，原因是喉咙的关系。最要命的状况出现了，就是咳嗽。这个如果痛的话、干的话还可以忍耐一下，但是如果咳嗽呢，就非常的不妙啊。所以今天的话呢，我会把声音压比较低。情绪上会尽量把它保持一个低稳的状态，给大家做这一款魔方推出的致敬救护车叫做6啊，这个 Street Fighter 里头白色的那个6，上一期啊、前几期给大家做铁皮红色叫做 Ken 啊，没想到还真的是用了这么有趣的一对名字。那我们这一期的话呢，就从它的一个救护车的形态开始说起。首先的话呢，它的轮胎一样是一个橡胶胎，那么轮胎的比例来讲是比较小啊，但是一个小比例玩具的话呢，也不计较那么多了。上方的话呢，多了这个是可以拆下来的警示灯啊，这个在变形过程中有时候是会不小心去掉下来的。然后密合的位置来讲，密合的零件数呢比较多，有些很小，但是由于材质的关系，其实非常耐得住把玩，绝对是可以很安心去把玩的。这个地方的话呢，比较容易去凹陷啊，这一点的话呢是比较不好去克服的。那前方的这个就是不是透明件的挡风玻璃，底盘是这样。它的配件的话呢，非常的多，这个应该是有一个基地台的一个模式，但是我没有时间去研究了。其他的替换手呢，待会呢我们就在人形状态下的时候呢给大家做一个解说。滚动性我觉得只能算普通啊，主要是轮子实在是太小，而且太细了啊，非常的细，它的一个着力的一个面积来讲非常的小啊。但是并不是说没有变形到位，是它这个设计本身就轮子这么小啊，就不太容易去滚动到了。那我们可以给各位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了啊。今天的话呢，我们就一切书说简短吧啊，先把上这个部分给打开来。打开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先把腿给变完好了。腿的话呢，从这个地方一样把它给解开，把这个腿的这一咳嗽我就不剪掉了啊，各位担待一下啊，但是我没有问题啊，基本上今天快筛啊，我还是阴性反应啊，这个地方都可以打开。然后我们先把这一块部件给折叠好，这里呢一共有3块小部件，然后呢把它给翻折进去。再来的话呢，把这个部件，这里有一块部件啊，把它给往上翻，里面有一个部件翻出来，再把这个原本车子侧边的话呢给塞到内部去，它变成中间了，等于是腿的前方跟后方包住这个部分。那前方的这个原本在前方的这个部件呢放下来之后，你可以看它刚好有2个缺口啊，我们就把它给扣上。那腿的话呢先从这个地方，它是有一个卡扣可以松开的，这个地方松开之后，这里啊有一个这里松开之后是往后直接退一格就行了。然后呢翻转这个脚底板到这边，那这里的话呢它还可以再往上折一格，这样进来。这个腿的话呢，这一侧就算 OK 了啊。那这里我们也是一样的啊，先把前方这个地方锁扣给解开，这整个腿的话呢，这个地方啊，把整个腿的锁扣给解开。再来的话，两侧这里打开，这个地方打开，打开之后呢，我们先把这一块部件，它的一个前面的小片片，后面的小片片都给收进来之后，翻到内部去。然后在它的对面呢，分别就是脚的前半部跟脚的后半部，然后我们把它给合并起来。合并起来之后，你可以先把上方这个部件给盖下来，到这边把它给咬合上去。再来的话呢，我们就把这个脚底整理一下，从这个地方解开来之后，它的一个双动关节退下来，这里扣进来，然后呢脚尖翻转180度到这边。好了，它这个腿的变形就算 OK 了啊。再来的话呢是翻折它的一个上方这一带，只要翻折上面就可以了，下面是整个不用动的。然后手的话呢是比较简单的啊。首先的话呢，我们把这个手的话呢，它这个地方是有一个锁扣解开，这里上面先解开好了，这一片先整个解开，这里解开放上去，2只胳膊放出来到这里。接下来的话呢，这个身体的上半部的组合，稍微的顺序上要去留意一下，我们大概给各位看一下啊。首先的话呢，前面这2片部件。这2片部件的话呢，它的最后的一个位置是在这个地方啊，它要包覆住所有的东西。那里头的东西呢，我们就要进行一个收纳。这个警示灯，你看，它是必须要两侧把它折起来，但是折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会把它给翻出来到这边。那这里的话呢，有一个地方就是要提到，就是这一块部件，它是一个双重关节，是要往上翻上来到这边啊，这里一样，先拉出来之后往上翻进去。 啊，这个才是它标准的一个变形过程。然后我们刚刚提过了，这两个是要包住所有的部件，你看到没有？这个两侧车子的前方的两侧的挡风玻璃，还有警示灯是包在身体里头的，那就是利用这一块这个两片这个部件，把它呢给收纳进去，把它整个给包进去啊，这边包进去。 推进去啊，整个推进去，然后呢，我们这个部件上来这里，把它给扣到这两个凹槽，然后呢，这里这块部件往内折进去，它这里有一个上下有一个咬合的一个位置，扣上去啊。OK， 然后把这个手臂放下来，尽量是不带感情的把它给做完了啊。 这个应该是要先把手给搬下来啊，但是我是强行的用这个塑胶的韧性呢把它给变上去啊。那这个地方记得把它给合上，然后手臂给打开，这个部件往内翻折，这个都要往内折进去啊。到这里，好的，这边也是一样啊。这里刚刚在变成这里啊，变成车的时候是往上推啊，这个地方要推出来；那变成人的时候是往下放。 然后呢，两侧蓝色的部件一律的把它给翻折进去，扣起来。我们这个六，这个真深空拳的使用者变形过程呢，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啊！它有很好的站立性，脚板非常的大，那一体性也算不错啊。这个地方啊，稍微甩一甩会松开，但是整体来说已经是非常好了。那么它的一个可动的话呢，也是非常优秀。 头雕有一个替换的头雕，啊，另外一个头雕啊是面带微笑的啊，今天不给各位换了。手臂转动3头领，然后这里有一个变形的需要，可以往上抬起来，然后拳头是因为可以替换，所以它绝对是可以转动的。那么它所佩戴的武器呢，啊也很多，这个枪的话呢都有好几把，这是比较大的枪，另外还有一把比较小的，那么都可以做一个替换。那手臂的话呢，它还有一个。 啊，像是这个打针的这个部分，你完全是这个注射的一个针，以及它还有一个飞行背包，飞行背包啊，我不知道我没有装反啊呵呵，飞行背包。那么它还有一个扳手，扳手的话呢，我们就换一下武器啊。这个扳手的话，好像是要强行的把它给卡进去啊，强行卡进去。我似乎没有其他更好的一个方法啊。哎呀，算了，反正各位知道就行了。呵呵这个看照片就知道了。那其他的这些像是这个手爪这些，都是可以做一个替换的。好，那么今天的话呢，就觉得身体不太舒服，咳嗽状况比较严重，看坐个救护车会不会把我的这个状况弄好一点啊？ 这是救护车啊，这不是感知器啊！感知器的话，就说我这个伤是致命的了啊！那就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